们非常雄伟华丽的主灯龙翔霞蔚，一同来欣赏这个时段的主灯秀。好玩，好玩！今年台湾灯会在彰化鹿港举办，你可要精心安排给国内外的好朋友看哦。No problem。彰化处处是美景，日夜兼程。白天可畅游各处景点，晚上赏赏花灯，阿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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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霜赞。哎，那无法度到现场看灯，要安怎呢？啊，放心啦，透过中华电视台的 3D 电视、HiNet 网络以及 InMoMi 手机服务，随时随地都可将2012台湾灯会的精彩画面尽收眼底。还可以透过视讯传授，分享给远方的亲友。哎，注意哦，准备要表演了！今年交通部观光局大力推动台湾台湾，旅行台湾就是现在，所以我要使出浑身解数精彩表演，吸引更多海内外的旅客来台湾。请大家一起来观赏降龙献瑞福气满满主灯秀，耶、yeah!再次欢迎各位一
马路这样。这个全台最大的灯会庆典。是的，那在各位带着最愉悦的心情来到了彰化的我们的台湾灯会哦，在此呢也要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能够配合一下我们今天呢主办单位的一些小小的叮咛。是的，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主持人刚刚就在场上有发现，周边很多朋友因为人很多，然后又很想要看精彩的表演，而攀爬到我们的花灯上哦，哇！